现在是12:31。没错，现在我们在这个恐怖的地方，刚刚突然的失了电，整个房子里面都没有电。在这20分钟前，发生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。我们拍到一段非常非常骇人惊悚的恐怖 VCR， 现在我们就一同去观赏一下这恐怖 VCR。好多鞋子哦，这一看就知道应该有人住过这边。原来是一只狗。这是刚各位所看到的恐怖 VCR 片段，那一个恐怖的角毛到底是谁呢？还有，要走进那间房间里面的时候，突然走出一个会抽烟的男子，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啊！下一集如果还想要看到我们拍一些恐怖的特搜片，那请继续锁定我们的恐怖 VCR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